那社会上对所谓的技术校院，我们现在科技大学的学用落差，大家都很有的大家讨论这种问题。那正修科技大学从在五年前我们就开始重视所谓的技术教育，那技术教育当然在学生面向，我们就是训练学生再去做所谓的发明创意这方面。那发明创意这方面，我们学校历年来我们都是很努力在做这一块，那也争取到教育部的教学卓越计划跟典范科技大学。我们今年得到教育部的典范科技大学，在全国十二所当中，我们是私立学校的三所之一。那私立大学的这个得来不易的典范科技大学，我们也是积极的鼓励老师跟学生从事发明。那这一次的乌克兰跟台北国际发明展，我们得到的乌克兰得到是五金六银，台北国际发明展得到的是三金五银四铜。好，所以这个成果是很多老师历年来大家努力的成果。那去年我们也得到22金26银和好像20几铜，总共有76面奖牌。那这是老师跟同学在实务教学的努力的成果，也谢谢各位的今天的莅临。那因为老师发言都太多啊，对，我怕记者等着采访。这边就水就流出来了，拍不出来呀、啊。没有，这个不是，它不会跑出很大的量。对呀、啊。哎哎。对对，我怕你的时间。好，这个有水滴出来哈，这里。好。好，它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到水边的哈，你看到那个水跑出来了。这个地方有故障，吸到。空气太多了。您要这个角度吗？我这个有。好，我们这个高洁度的这个吸型式的滤水装置哈，它就是一般的 RO 滤水器，它是需要额外的电源和马达去驱动。那我们在野外或者说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灾区啊，或是一些这个困苦的地方，它没有电源怎么办？那我们就是发明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吸带型的一个滤水器啊。那它主要主体结构有一个这个加压的泵浦啊，以及这个前端的滤水的一些小装置，那另外再结合呢，后方的水经过高度的压力哈，可以进到一个我们有容纳滤水装置的一个系统。那么经过高压挤压，这种废水或是污染的水呢，经过这些高洁度的滤膜，那出来的水就是洁净可以饮用的一个水。那我们在里面还加装了一些像是杀菌灯啊，利用挤压的方式做一些发电的功能啊。好，所以我们的水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杀菌，而且是可以立即饮用的纯水。啊，这个在我们在野外或是一些这个艰困的地方或是灾区呢，就可以立即取得这个水源哈，可以饮用的水源，那来维系这个相关救援人员或是灾区这些同胞们的生命。好，谢谢。登山可以，我们有一个系统是结合那个登山手杖。好，直接结合到里面去了，登山手杖里面就可以结合了哈。那现在登山手杖未来还可以结合像 GPS 很多东西哈，所以以后呢，一杖在手，这个万用无穷了哈，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哎，这是乌克兰的金牌。这应该可以量产了吧？这已经量产了哈。那它中间的膜呢哈？还可以分成普通的哈，像是这个有高污染的，这个是中空的一个湿膜哈。另外还有这个海水的淡化膜，就是可以给船舰或是飞机哈，它一个安全的一个急救袋里面可以放。那这个的主要的功能就把海水给淡化掉。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般我们通用的 RO 滤膜，就多功能的哈的部分。那它这个可以
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容器里面，对我们的目标用水来做一个调整，好，所以也算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滤水器，好。好，谢谢，谢谢。是我们今年开发一个原型机了哈，它就是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机器人哈，是进到我们人类无法进去的地方，那也是我们这个载具中心呢开发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载具中心在8月1号成立，那它是针对这个3K 哈的产业来做工程辅具的开发。那是哪3K 呢？就是危险、肮脏、辛苦，啊，它是日文的发音了哈。那美国要叫3D 的产业，叫做 danger、difficult、dirty， 好，这三个产业。那通常从事这些产业的，可能这个他工作的场域比较危险，虽然待遇比较高，那通常他们的家里的生活经济状况呢，会胁迫他去到这么危险的地方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开发一个辅具来降低这个意外的事件哈，工程上的部分，那也增加它的便利性，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哈，这是我们几个主要的考量哈。那各位记者朋友可以看到，如果像这么一个小的管道里面要去做维修，那里面塞满了两三个管子，这个人一进去下去就挤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作业太多，如果再加上潮湿或者是这个闷热，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的灰尘，我想任何人待在里面几分钟都受不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展出一个维修型的机器人，通常爬进去就可能是要刮漆，把生锈的地方找出来，然后填补上防水漆把它封起来。那这个工作，自私的工作，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机器人来把它做一个修正哈。我们的机器人有两个夹爪，以及一个工程的东西，你如果要抛光，我就把这个一些渗打或磨砂机放在上面，把它抛光完。那上面有一个可以控制的一个多转度的一个镜头，以及这些照明，所以你放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工作场域，啊，等于是替代一个人垂降到一个管道里面去进行他原先要做的工作，啊，那这个部分呢，万一有什么作业上的疏失，那顶多是这个机器随着这个保险的绳子悬吊在那边，而不会是说一个人，啊，他就吊在那里了。以前一个人要爬进来，他外面还要另外一个人帮他看着安全。现在是这个机器直接从那维修孔丢下去，他就靠着这个滑轨，靠着这个升降机，啊，去把这个一直布放下去。布放下去之后呢，然后呢，再由这个镜头的部分，啊，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工作的区块。好，就可以看到我要工作的目标物，进行相关的维修。这个机器，看自己的装备就对了。这个只能用在垂直升降方面而已。铺了一个多功能履带载具，它就是爬管道的，就是下水道水平的，或是有斜度的。另外一个机器就对了。那个也拿了两个金牌。好，那个是5月份就已经公布过了哈。那我们就针对这个，也是业者跟我们提出这样的需求，是说有些这么狭隘的空间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吊挂下去，啊，到那个这样的管道。那通常我们这个一般，都市密集哈，有些这个台北的大楼最多这种问题，它有些那个老式的5层、7层的公寓，它有一个中央集控管线，以前在建筑法规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大家预留的那个维修孔都很小。那台北市的房子你要拆掉重建可能很难，就要靠维修。那维修的话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它现在是整个是悬空的，啊，是悬空的，那慢慢下降，不要加的快。那我们这个呢哈，有一个这个工作机有个卡榫，就你放到定位之后呢，就可以卡住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把那个夹爪。那可以动吗？动一下。有，你那个锯，我们这个是一个 prototype 的一个东西了哈，啊，它是一个这个锯子哈。好，啊，它就做这个，这我们是一个示意图了哈，示意图。来你。它就可以做这个切割的动作哈，可以做这个切割的动作。上下可以把它固定，然后再切割。对，它就是
好像鹿尾熊抓住到那边，它肚子有个东西在来做一个工程和作业。它也可以做换管的工作吗？可以，它把锯断完之后夹完，它再吊垂向下一个，就直接接上去了。对。它要上胶水也可以做。也可以，它也可以把这个地方装那个喷漆，喷这个防水漆，把它整个喷起来。等于一个水电工就对了。对，等于是一个水电工，但是不是要抢他的工作，而是有人来操作他的，由一个替身到这个地方去做工作。哎，是这样。就是狭隘的空间，他人下不去的话，就用这个来代替会更好。对，就用这个东西哈，所以也会减少一些公共的意外对发生了哈。因为摔坏就是机器而已了。这个也是得到金牌奖的。对，这个是得到银牌，银牌奖，但它乌克兰是金牌，啊，这个乌克兰金牌，台北银牌，对，台北银牌。我们操作者只要在看那个位置就可以操作。对，他只要蹲在这边操作就好，就好像这样子，他这个大楼的管线他丢进去，他就在那边看就好了，他直接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东西。啊，那以往这样子下去垂直，对，那下来这样子哈，很多管线，那再到这个以后是这样子，它直接可以下降下去去做作业就可以了。那主体机构是这个，啊，主体机构。所以说，那如果降低了，有那个20层的高的也可以做。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这个线我们弄长一点就可以了。对，那这些都是分解结合的。就是如果可以就把它结合起来就带下去，就比如坐电梯到顶楼把它放下来就好了。好，我们有分湿洗手、干洗手跟 UV 杀菌。如果要湿洗手的话，我们先去红外线那个中间的红外线感应器，想开个电，红外线感应器，它就会一般的出水。如果要干洗手的话，就是先去左边的红外线感应器，让它亮蓝灯，再去中间，它就会喷干洗手液。再如果要 UV 杀菌的话，我们先去右边的红外线感应器，再去中间，现在就是有照 UV 光，我们的 UV 光是用280nm，是属于 UVC 深紫外线的部分。现在是台湾没有在做生产，我们是采国外进口，这样子。所以说完全都不要动到手，不要用手去摸就对了。对，像这个 UVC 的话，280我们是在这边280，所以是杀大肠杆菌的话是70%。像一般的光触媒那些都是几乎没有杀，短时间都没有杀菌效果，这样子。像现在产品的。对对对对对，像 H7N9 的话，因为它是病毒，它没有外套膜，所以酒精是没办法做杀菌，所以就要用 UV 光去做杀 H7N9 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它现在有三个功能，对。再来就是像干那个酒精的话，那个有一个容器，如果容器你酒精不够了，要做补充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警示灯。它不够的话，会告诉我们就对。对，它如果水位不够了，它会亮红灯。这样就是提醒说使用者要去做补充的动作，这样子。那个红外线那个是你说那个是哪个紫外线？紫外线对。我们的紫外线是像 UVC 的部分 ，UVC 是只会到皮肤的表皮，像太阳光是 UVB 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增到真皮层 ，UVA 接近蓝光会更深层，所以我们只会到表皮的部分，对。你好，我是正秀科技大学气管系的学生，我叫庄瑞群。我叫黄香贵。那我们有参加台北国际展得了铜牌，然后乌克兰的国际奖得了银牌。对，那我们的眼镜主要是可以变换色片的。这边。那我们两侧有做轨道的部分，可以比较好替换。那两侧的部分，两侧部分有做扣眼，会它使结合会比较紧密一点，对，那它戴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还蛮轻的，但是因为我们目前这只是展示品，那我们量产的话，其实它的材质会去做改变，因为它现在比较厚重一点。对对对，那之后量产我们会选择别的材质，然后也会做的比较轻薄。对。那镜片就没有动到，就是只有动。对，我们目前只是做框的部分，因为现在很流行就是戴无镜片的眼镜。
对，那我们主要是说一副眼镜可以去变换它的色片，不用说你要买很多副眼镜去做搭配。对啊，对啊。很好的哈。那你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眼镜。可以啊，你旁边也可以换别的颜色啊。你也可以换成绿色这样。这样。到时候就对了。对。同一个模组就对了。对。对啊，比较多元的搭配，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这样子的眼镜。对啊，嗯。对啊。这是一朵就是要模拟真的花的一朵模拟花。那，那真的花可能种植上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所以我们就做了一朵方便养成的花。那它的养分就是来自于阳光这样子，我们用太阳能板结合充电电池，那随着阳光的照射，我充电池就会得到电力。那我们就是用这点来模拟花的养分，那我们的花会随着电池容量的百分比来生长。那我可能就先模拟一下它的动作，那这是模拟盒，因为我们现场不可能在那里等它慢慢充电，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模拟的方便快速展现它的生长。然后它可就是电力，假设它充电来到25%的时候，它就会生长到这个程度。那假设再继续充电生长，它充电百分比来到50%的时候，它就会生长到这个阶段。那假设我电力百分比来到75%的时候，它的花朵就会打开。对，那当它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因为这里不够亮，这里不够亮，所以我可能需要用一下手电筒。那假设它白天的时候，它就是不会发光。假设它当生长到75%完全生长的阶段的时候，白天它是不会发光的。那它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会发光这样子。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我们还设置一个 USB 的输出孔。这 USB 输出孔就是让我们的花不再只是这个样式，我们可以例如来结线搭配结线的时候，抱歉要绿色。把盖子掉。那我可以配合节庆使用这个外扩的 USB 输出孔，然后例如假设我圣诞节就增加这样子的一个灯条绕在它身上，就可以产生很多变化，让它的变化也是非常多样的这样子。对对，它就是模拟一朵花，就是模拟一朵会生长的花这样子。那当然它随着电力不停的用，它电力下降到15%的时候，我们有设定就是下降它。电力低于15%的时候，它就会收回去，变回原本的样子。对，以方便就是重新的充电，就是模拟一种花的死亡，让它重新可以生长这样子。对。那这个大概就是它的功能的大部分介绍这样子。我们得到的是2013乌克兰国际发明展的银牌，就是了。对。一个针对小学生的书包设计的一个具有重量警示的一个书包，对。然后它的功能呢有三种，就是那个安全的方面呢，就是它在小学生啊补习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啊，它在的 LED 它会自动自己亮起来，比较让那种路上的车辆可以注意到小学生在晚上行走的安全。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以有按钮，可以让你自行设定的那个部分，就是重量警示的地方。因为我们那个小学生的重量呢，是所能承受的重量是根据那个小学生的体重下去做计算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按钮，可以让你自行去跟随你的小孩的体重做计算。然后我们这边如果比如说是10公斤的话，那我们这边就是可以。它就是会亮一个蓝灯的情况，然后你这边如果拉起来的话，它如果有超重的情况，它就会变成红灯。它就知道它重量几公斤就够了。对，就是就会知道它的重量有没有超重的情况。对，那这边的部分还有一个太阳能的部分，就是可以对您的那个行动电源的装置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充电的东西，也都可以进行充电。这样子太重，小朋友拿不动。你说这全部的装置吗？
这全部的装置我们有还没装上去之前有先测量过，大概是200克左右而已。哦，这么轻啊？对对对。这个是具重量警示之西行用具。哦，我们这个是 LED 的连接灯具。哦，那它是用铝铁条去做的，去开一个模。那它前面有可以前面有一个凹槽是可以插入 LED 的电路板。好，那我们后面也有设计它的沟槽，可以去形成我们的背对背模式，两只连接在一起，那你就节省很多空间。那铝条有一个特性，它可以把 LED 导热，那它散热功效是很好。那它只要散热好，它的寿命就会跟着长。对，那它寿命如果长，哦，是散热如果好的话，它亮度也会跟着提高。对，那越热越亮哦，不是？不是不是，对。那我们还有设计可以去做旋转的部分，学弟弟帮我开启。哦，有看到我们，这是我们一般家用哦。家庭用的日光灯，那我们有设计可以去做旋转的部分，哦，它可以去旋转，好，依照你自己需要的角度来去做旋转。好，那为什么会设计这样？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它例如我们的广告看板，那它亮度是一定比一般的日光灯亮，那它大概只要两只就可以打发展出这个效果，对对对，这亮度是只有一半而已，因为我控制它不要那么亮，对。这个还可以控制更亮。你只要把它的，因为 LED 是直流，哦，那它只要输出十瓦，这是可以耐到20瓦的，对。那这是我们 LED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会做那么亮是因为。现在植物灯很流行，那我们有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空间。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这是可以外挂于外面的水沟的产品，就是它是外面一般的水沟。那相对来说，我们的作品可以这样直接对跟外面的水沟盖做结合，直接可以放进去。我们这。然后它有夜间照明的功能，可以知道说，哎，今天那边水沟盖那边有东西，或者是说水沟盖不见了这样子。这个是它水还是可以流通？对，水还是可以进去，它这边有那个流水孔，还是可以水还是可以流进去。那你们这个如果碰到水会不会锈的？那个电会不会电？我们下面有做一个开关，就是今天水满的时候呢，它今天水满的时候，假设今天水碰到这边的话，那相对的它的里面的电路都全部会关掉，会关掉。对对，不会因为泡水就坏掉。那这个也可以防止那个蟑螂跑进来吧？也可以，可以，就是它这个洞的大小，蟑螂是爬不上来的。就是卫生的感觉，设计很好。对。这个也有礼拜哦，所以你们得到金牌奖哦。嘿。你这样弄下去会不会太浇水？你说这个太高吗？因为它水沟盖这个本来就还有厚度，那相对来说放上去的时候，其实它高度其实没有说很高，差一点。对，它高度其实就没有说差很多，那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阻碍到水的那个流动。像您这个材质，如果被踩到会坏掉？我们这个只是算是一个那个 demo 而已。以后的话，我们是会下面会用塑钢，然后上面这边是用那个强化玻璃，就是对比较不会踩坏。好，谢谢，谢谢。然后像一般筷子筒的话，它其实是不方便的，因为你必须要先打开那个盖子，然后再才能取出筷子。那最后呢，你还要把盖子给合上。那像我们新型筷子筒，它就改善了这部分的缺点。你只要一只手一压，它就可以轻松取出筷子，然后再一压就可以把盖子给合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因为通常筷子筒是很多人在接触的东西，那我们为了避免细菌的话，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好，接触越少，它那个上面的细菌就会越少。然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搞定了，你拿筷子到放筷子都只要一只手。对，哦，我是机械三甲的戴玉顺，对，啊，正修科大机械三甲的戴玉顺，对，然后这次的作品就是他有拿到银牌奖，这是我们发明的复合式压电马达，这是传统马达，它的电力，它吃的电力比较小，但它相同它的功率比较低，它是新型的压电马达，它利用压电陶瓷片，它这样的体积可以吃到180伏特以上的电力。它具有功率强、体积小的特性，然后它是用在相机的变焦镜头里面。当它停止供电之后，它会马上刹车，不会有过头的问题。你像一般马达，它如果转了，你给它断电，它还会继续旋转。如果用在相机镜头里面的话，会导致它变焦失灵。对，然后它经由很多种陶瓷片的排列方式，具有最高的效率。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压电马达，对，跟传统马达不一样。对，它可以做很小，它可以放在相机镜头里面。像一般单眼，它里面的变焦就是靠这种马达做成的，它不能使用这种马达。对，这个现在市面上比较少，对，因为这都是用在比较产品里面的，所以比较不会在外面贩售。对，然后这是我们周老师周卓明老师的发明，对。它是利用一种讯号，它是利用讯号，对，它是不需，它必须要不断切换它的电流方向，然后让它做震动，震动以后它就会产生转动，对，所以它原理跟一般马达不一样，比较复杂，对，它需要一个控制器，然后去发射讯号，对，像一般这种马达只需要发直流电就可以转动了，然后这种还需要控制器，所以相对的它还比较精准。对，哦，这是我们的聚集性切换发电装置，它只需要转动，它不需要吃电池，它只需要转动，它就可以进行前进、后退跟左右转的功能，然后它左右撇子都可以使用，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左右协调能力，然后也可以作为老人复健的工具，然后同时它的握把符合人体工学，所以很好握，跟一般的手摇式发电机有不一样的功能。它左右控制是哪些控制？它这边有两个钮，它只要在转的过程中按右边的钮，它就会往右转；然后按左边也就会往左转。对，然后左右手都可以切换，然后按钮也会相反过来，所以要符合人的直觉跟逻辑，它可以做一个协调训练。对对对，不需要电池，所以它可以放很久跟存放很久。像外面很多那个手电筒或收音机都是靠转动的方式去发电，我们这也类似那种功能。对，后退后退，可以后退啊？可以，它只要你手往后转，它就会后退。对对对，很聪明呢。好，我们这套系统就是水位监控装置。那，为什么我们要发明这套系统呢？因为我们那个台湾哈，那个雨季现在越来越多，而且一下雨的话，有时候造成水灾的情形。然后有些车主呢下了地下道，有时候就会造成那个汽车抛锚啊的情形。我们为了要防止这一点，所以我们呢发明的这套系统，当水位高达某一个深度的时候，我们会启动水闸门。以及警报系统，来那个防止车主呢进入这个下水道，啊或地下道，啊造成这个车子的抛锚。好，现在就展示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就是一个水位监控的感测器。当这个我们设定了一个准位，当水位上升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水闸门就可以启动，啊，避免这个车主呢，那个到了地下道
造成抛锚，啊，我们甚至有那个警报装置，啊，哎，还会提醒车主，啊，不要再继续下去，啊，还有这个水位的高低跟这个有关，水位越深，它的这个 LED 数量会越多，啊，再继续下去，啊，那我们这个水位计也可以设计各种不一样的深度，啊。我们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哈，像这一支，啊，就是可以测量更高的这个水位的这个水位计，啊，水位计，哎，这个我们可以依这个系统的需求来设计不一样的这个水位计，啊，甚至上几公尺我们都可以。这个就平常是固定在，比如说地下停车场。对，地下停车场那边。啊，这个一些控制系统我们都可以弄到比较高的位置，啊，才不会那个进水，哎，大概这一套系统是这样。这个不怕水，不会故障。对，这个就是要让水进去的，这个要测量水位的。对，这个是不怕水的。哎，这个要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啊，不要淹到水的地方。哎。好，啊，这个是，对，联动，到达某一个准位，它自动就水闸门就会下来。好，所以我们是这个都不用，哎，都它是主动的一个装置。但是现在的一个水位监控，大部分都是用摄影机的，摄影机去看，看到你在远端，你到来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们这个就有主动，哎，对，水位到一个深度我就。哎，对，这个我们人都不用去管它，水位到来。这个人可以跟那个抽水机一起联动。抽水机我们现在没有设计到抽水，抽水那个倒是比较简单啦，啊。我们假如说到达一个深度，我就开始抽。对，那个。对，理论上，我既然可以控制水闸门，我当然就可以控制抽水装置。那最方便了。对，我就主动抽了。我也只要淹到了。对。对，我到一个深度，然后我水闸门下来，抽水把它顺便一直抽，都可以。对，我甚至这个也可以放在这个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哎，这个。自动启动，哎，对，还有自动水闸门的下来，啊，自动警报。这个应该可以量产的吧？这个应该很成熟的产品吧？对，很成熟，这个没问题，我们都可以那个，哇，有的讲很厉害的呢。还要再加油啊！我们设计这个缘由，就是主要我们现在台湾不是有淹水嘛，然后有台风之类的，所以我们设定这个系统主要是要达到它有预警的效果，就是减少那个。伤亡的发生这样，然后我是戴生玉啊，这是电子系的，对，电子正修电子系，对，然后我是正修电子系的陈光明，啊，有，这次发明这个是可以拿到牌，真的是蛮感动的，也觉得蛮有荣幸的，啊，那我们设计这个主要目的也是可以保护那个人车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避免车子抛锚的时候，你又要花一大笔钱去修它。对啊，就当我们做这个系统，就是能够预防这些事情，就是减少车辆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气管系三丙的何嘉荣。我是气管系三丙的郭佩珍。这个发明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出去外出的时候，如果想喝两种饮料又不想带两种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的产品，它里面有一个隔层板，然后让我们一次可以带足两种饮料的那种心愿，然后也可以减少那个包包的重量啊，嘿，然后我们也会用两根吸管解决掉这个会有饮料混浊的这个问题，对，然后这个还可以转，就是随心所欲啦，看想喝哪一种饮料都可以，对，一次就可以带两种饮料，减少包包的重量，对，嗯，就很高兴我们得了这次乌克兰的金牌奖，
这是老师的，对对对，哦，它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就对了。对，它是两层，然后我们后续会设计它可以放冰块，要不然就是做保温的效能，然后再用不再面对不同的客群再做个别的设计，对。这可以，以后材质会可以再高温的。对对对，就是会设计成这样。好好清洗，你会省到清洗。因为它这个口我们是可以整个拔起来，所以它一定是很好清洗的。对对对。对对对。你好，那个我们是正修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那我是那个张法宪老师的助理蔡月轩，对，那这一套是我们的射击模拟器的整合的一个模拟系统，那我们的射击模拟器的系统就是应用是跟以往那种在实际靶场上的安全性的考量，那。它就是我们这套系统，它在随时随地在室内就可以架设起来使用。那这是我们第一代的系统就是使用一个光触动的萤幕，那在枪上装设一个雷射头，对。那调整准心啊，那个用。哦，我们一开始会做一个准心的校正，因为每一把枪在拿到的时候，它的准心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它必须做让，先做一个准心校正，把那个准心校正成是自己在使用的一个枪支的状态，对。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枪上也有感测器，那除了握力，然后肩窝，那以及扳机的压力感测器，那以及一些身体上的感测器，比如说心跳、脉搏、呼吸等等，对。对，我们对，就也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比如说他的心跳，他现在的呼吸心跳，然后跟眼睛的在眨眼的那种动作的一个感测情况，对对对，都会整合进来，因为这样才能去整个判断出我们一个射手一个在射击一个身体的状态，对。那比如说他可能比较紧张啦，或者是姿势不正确，对。那我们会透过我们一个上方的一个光触动萤幕，跟右方也有一个萤幕，那透过说他的萤幕的轨迹的追踪，他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射手他的姿势是否是正确的。对，那就有别以往那种我们以前那种高中那种射击训练，他只能做预估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的系统是可以准确的去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射手一个生理心理的一个状况，对，那进而来调整他的一个姿势，比如他姿势或者是他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情况，对对对。所以说，因为跟真的枪在射击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当然的。这可以省很多钱的啊。哦，这个当然是最主要是安全呐，因为我们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对对对，那也因为一些比如说天气的影响啦，那这个是在室内随时随地架设起来就可以使用。对，那这是第二代，这比较一个在使用训练一个狙击手的一个模拟系统。那现在透过这个射击的一个训练，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的一个压力的感测，比如握力啦，或者是呼吸心跳的感测。好 ，OK。有，我们就是要模拟它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后坐力的情况。那我们事后我们可以去针对我们刚刚那个萤幕上面它的轨迹的追踪，来了解到他说他的一个枪支在射击的一个动态。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是主要是这个画面主要是要去针对他射手一个姿势的一个情况来做一对对对对。那比如说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左手可能他没有握紧。所以导致它就晃动，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一个上方跟右方的萤幕去了解到它整个生理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当然我们就透过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轨迹一个整合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可以去跟他指导说，比如说他的可能坐姿啦，或者是卧姿，或者是底肩，或者是压板机的一个状况，那去进而去修正。那到，因为我们正常最好的情况就是只有左右横摆的那种画面是设计的是最好的一个状态，这样。对对对对。从这样就可以展现出一般设计的缺点在哪里？对，像在设计的时候，他的这个心跳这些，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得知说，他现在是不是在紧张，或者是眼睛扎的可能次数有点频繁等等。像他眼睛的贴片这边就是有贴一个眼动的一个感测器，所以他眨眼的时候会透过这个感测器回传到我们的一个系统端来到手背。那我们的那个板机的那个压力就是透过这边来，你压板机的那只手指动，它这边就会有力量。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得知说它的一个压板机的一个状态。对，那这个是心跳，对，就是心跳，它心跳里面有个贴片，对，就是贴在心脏这边。那这边还有一个呼吸的，因为我们人在呼吸这边会动嘛，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总共有四个一个生理的感受的部分，这样，对，没错。这还修得就快了，对。对对对对你要变成主机手。对，所以这一整套系统，它总共加起来总共有九个感测器，对对。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人透过这一套的训练系统之后，它在射击上它的一个精准度一定会比一般人来得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像士兵在训练之后，他到一个实弹靶场射击，那他就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而不会说因为浪费太多弹药，对，那最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好，就是这是我们制作的那个多媒体教材，就是装置，然后可以方便于就是儿童教学或是盲人的辅助教学用。对，对，那就是我们有这个盲人卡，这边有就是盲人辨识，然后他只要放上去，他就会发这个喝的音。然后比如说就是老虎或是梅花会发音，就是感应晶片在这里。对，然后就是这个是教具，就比如说这是 X 单字，然后放下去它就会念，就是它的声音。对，对，它放下去就有声音。好，然后或者是用在课本上面，它只要放下去，它就会读这个课文。它是特课文里面的。那或者是它，比如说它这边有16，然后就是16课，然后放下去之后，它就会念16课的。对，第16课的。没有，这是盲人或者是儿童教学都可以。对。那除。对，对对对。那除了就是课本教学或是儿童教学，它可以就是利用在观光，比如说这是泰雅族的人，然后只要放下去，然后它就会有声音，它就会介绍泰雅族。对。啊。以后可以做那个正派派的，现在讲话。那除了这个泰雅族之外，它可以做成就是纪念品，比如说这是邓丽君的纪念品，对，然后只要放上去，它就会唱歌，对。好，那放上去。创作这个想法最初就是
幼儿嘛，他们不识字，我们就有方便的图案，方便的图案来让他们快乐的学习。然后我们也有做盲人辨识嘛，然后盲人也可以方便让他们方便的学习。我们最初是以这个理念来做这个东西。对，没错。然后再可以延伸到观光纪念品这些东西。